列王记下第十五章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，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。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。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耶和华降灾于王，使他长大麻风，直到死日。他就住在别的宫里。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，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撒加利亚其余的事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，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，直到4代。这话果然应验了。犹大王乌西亚39年，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，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。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撒上撒玛利亚，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，篡了他的位。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那时米拿县从德撒起攻打提菲萨和其四境，击杀城中一切的人，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，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。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，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，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，米拿县给他1000塔连德银子，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。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，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，就给了亚述王。于是亚述王回去，不在国中停留。米拿县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，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。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，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，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。亚尔戈伯和亚利耶并激烈的50人帮助比加，比加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比加辖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、亚伯伯马加、亚挪、基迪斯、夏索、基列、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，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，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，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比加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2年，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
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。约坦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。约坦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。